这至少对了。啊，最后爱挽挽七彩膏，你这七彩膏，哦，膏挽较有。嘿，这七彩对，佫挽无七彩。因为姑婆紫菜吼，它是时间到了，有那个冷度够了，它就是长在那个岩石上面。同也有野生的，但是他们为什么跟我们姑婆的不一样？就是说他们会用那个工具，有沙有岩石推起来。我们这个时候纯粹用手工手拔的。这个我们从我们小时候，这个以前就是我们赤岗人在拔。从我小的时候，我就知道这个紫菜是属于我们赤坎镇工厂管理委员会农德宫工厂管理委员会现在在管理啦。我讲爱大个时阵，就是要买紫菜都爱拔杯啊。那当每年当时候要买紫菜的时阵哦，较早不是大户拢有，较早就是以各家各户来报店家口，所谓店就是查甫的嘛，口就是查某的嘛。我厝的每一店吼。20岁到45岁中间有几个会当领几张的紫菜，啊，若是讲你这间厝全部拢无这个灯的时阵，有一张互你去办。啊，即摆慢慢演变了的时阵，就是即摆就是讲开放到互阮社内大家，若有意愿要去领的人，带来领。但是阮现在有总量管制啊，就是讲即款的逐年的数量拢差不多哩300人左右。这个9月份就开始派渔船，大家去巡。第一对巡鱼的生产时间，第二就是惊有人去遐破坏。较早我的传统就是拢差不多冬至，上班冬至过就爱办第一遍。我做囡仔的时阵，我办紫菜是拢办3遍，过年前会办2遍，过年后办一遍。我们家这个岛很大。对啊，不是想象中那么小，很大。它从南到北。走路大概也要半个小时要。比饮马祖还热闹，因为这是一年的盛事。咱当地紫菜个附近吼，生产附近，你啊十点半啊放炮就坐，就开始办嘛。较早是无，较早拢朝你迄个山下吼，咱山下落来，佫一片平地了，台湾的礁石嘛，是你啊山脚等哦。啊那，迄主政委员讲共劳的时阵讲走，大家用走的啊走的吼，啊其实你啊看，你看今仔班紫菜就坐喺老人老人坐啊，早办的早搞到晚搞的，上少差你5分钟。啊、你看5分钟，迄阵紫菜呐，煞济下摆就已经差到2斤的数量。这自己做的啦，哦、这妈妈，这老袂较会晓，这少年啊都袂晓啊。少年啊袂晓做这個。这是从一般手头上阿拉无共款，面顶迄是啥？这较涩，这是芒啊西，这较涩。它摘它这个紫菜会滑嘛，啊较涩，伊就较慢啊，较有慢。炒食也是传统的啊，伊较袂较涩啊，较袂滚啊。这古早的啊啦，这侪年历啊啦，这种超过10年啊，这种啦，超过10年啊。起先是用炒食用的，啊炒食会烂去啊，啊即下这等以后进步哦，就用这个黄的下去，啊这较袂烂。啊！你逐年都有来遮办哦？有啊，逐年拢差不多，即过年卡到，当即卡过年卡到，他逐年拢。这边野生的紫菜其实到处都有啦。那这边的定沟啦，或者各地，其实在海边都有啊。不过呢，集中，姑婆鱼是比较大众，而且有
保护区，设立保护区，一段时间是不能去采。它在大概有一段，大概一月初左右或者十二月底，它会成熟之后会开放，就是管理只能，那个龙德宫那边的管理委员会来开放。那紫菜以前过去叫长叶紫菜，现在因 DNA 鉴定的结果，应该是跟大陆那个坛紫菜是同一种。因为我们这边的环境就是非常那个没有工业污染，所以长得不错。那加上风浪比较大，因为它风浪大的话会造成它的溶解在水中的那个二氧化碳会稍微多一点啊，加上那个拍打，所以其实应该是说温度其实是最重要。阮个紫菜，伊这是野生的，是全部拢靠天气啦。天气就是讲第一，天气风险大，伊应会上个紫菜生长。第二，天气冷，紫菜品质会差，会好食。这几年观察到，就是如果有寒流，尤其是霸王级的寒流下，它整个水温降到13度、12度、10度左右，哇，那个紫菜生长情况就更好。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它本身蛮适合低温的，那另外就是风浪的大小会影响它这个生存的空间。那因为紫菜它是蛮耐干的，所以它在飞沫带也可以长得不错。问袂起，我咪安怎办？骨炖。你上老板啊？我用今年少啦，今年只有够少啦。伊个头啊，迄阵冬至进前吼，发袂少，发长呢。我阁找无天人办呢，阁伫拢，逐日拢今年天气吼，足歹天气，拢风，逐日拢6、7级、7、8级拢袂办。你要办，我爱操5、6级风哦，上少啦，5、6级风家己办。啊，上这天气办上好啦。这天风平浪静吼，啊，你办也袂危险。啊，今日你人办偌济啊？办无啦，办大办啊。哎嘛，反正拢若坐了，有当时拢几十斤嘞。啊，这无，今年这无，恁办大办，无个底。以前这时阵拢食个拢嘛20外、10外，很多，很长，啊，现在就一点点，不好摘，连我们都懒得摘了。你看我都采不起来了，就对了哦，对呀，采不起来了，你都采不到，你看。紫菜哩，阮遮是叫年菜啦，逐年进前，所以冬节后尾到过年这段时间，就办紫菜的，就是一定爱办嘛。过年前的紫菜，迄阵天气也冷，紫菜会好食。啊，那出年的天气吼，会较歹烧破，这是一定的啦。这野生的紫菜就是安尼，所以阮真会当顾的，就是讲把这环境保护好，吼，莫让人为去破坏。剩的生长就看天食饭啊。各位乡亲父老，大家好，我们快靠岸了，麻烦下船的时候东西记得拿。我这有吗？有，大概来，来爸爸帮着放着看。是，好厉害哦。2.5，我们要过水的目的就是说，因为拔紫菜一定要都天气好，好的天气要差不多要2天，这样比较没有危险，因为它那个暗礁浪拔起来有时候很危险，所以我们都是要挑第二天天气好的时候再去拔紫菜，然后前一天它就会怕有露水，你那个紫菜没有稍微过一下那个咸水哈，它就变成说它那粘在紫菜上面，我们直接如果拿切下去晒，还是放冰箱，就比较容易坏掉。拔回来就是一斤就400块，还没有洗，还没有整理的，就湿湿的，没有水分，没有挤掉了，就一斤就400了。啊，像这样稍微晒一下，整理一下，这个一斤要超过800块，啊，如果再干一点就要1000块。以前天气没有那么热的时候，几乎你像我爸爸，他已经90几岁了。他以前去拔的时候，一
一次去摆到三，最少要有三四十斤，很多。啊，现在就可能天气暖化了，小时候更好了，因为天气那个没有像现在天气太热了。我们以前大部分，人讲即马只时间拢照时间咧行，即马拢无啊，人无天理，天无照家己咧行，就是安尼啊。